伊目睭较像像这个星，人安尼穿较好个，吼、哦，啊，咱袂晓个，啊，所以吼，我有人反映哦，啊，问个状态有哪种哦，有咩办法？状态你是变怎个？啊，拢伊就是伫 ICU 啦吼，伫 ICU， 伊迄个癌症治得了。台湾这边不够较好呢，啊有今年呢，今年那时候七月外有搁转来台湾去看，啊我咧讲的是四五月啊，拢伫美国的 ICU， 伊拢待伫美国个，伊拢待伫美国个 ICU 嘛，对，小太人，啊我去跑马路，啊讲小太人来，我拍哦丁总的，这是当时的，去年的十月二三。交代人改书，返校，我是长隆中学的一个，伊是招万零三毕业迄个校友，吼、哦，所以我即个即个名下下转来咧，下我赶紧去接伊讲，啊，家家叫做请伊，等伊讲我，哎，伊讲有法度啊，啊，郑和义牧师，我有甲国家去订哦，订下哦，哎，订下即个国歌，好、哦，我用这台湾国歌的省诗哦。就是讲，我吼足烦恼呢，我做这个台湾事务局的迄个副院长吼，千头万绪，国歌也无，人也无够呢，人拢也无够呢，欠偌济了呢。我甲你多谢，就讲你再上国语班，啊，你要转去，你爱向国手报告，通甲你赶紧你的教育的任务，甲你分配新工作，要等州政府，啊，是要代表，迄拢看你的意愿，吼、哦，会甲你通知啦，吼、哦，你要带对一个，但是几百个省局呢，几百个单位咧欠人呢，哦，敢若咱进敢若四千个哦，敢若咱进了都两千几个尔，咱若真正讲十二月要接哦，我第一个好想，无人啊，人无够。来，算第一个国歌啦吼，咱即摆我用这個、要叫咱邓丽娇，你若有一个好朋友是音乐家的，啥你甲讲，台湾咧欠国歌，哦。慢慢做，唔是即摆，你一两冬嘛，无要紧，两三冬嘛，无要紧，偷来吼，唔、哦、是讲就是建国，啊就是国歌，袂同你用临时的袂要紧，但是这要紧啊。啊，英国的国歌吼，英国国歌啥？因较即个，拢咧讲迄个吾王万寿无疆嘛吼，吾王长生立荣光吼，像、哦、啥？大英国协是一个国际组织，由五十四个主权国家，包括属地所。五十四个国家，大英国先五十四哦，哦，啊有先讲六十三了吼，我去查查下五十四才对了。遐拢算六十四，那是挂什么其他的属地啦，迄个迄个什么，咱那个小朋友迄个国家，有去作等下，我来讲这你唔在听无？咱的 ROC 的迄、那个朋友拢去作等的迄个盖等的迄个国家，外交，中华民国的外交国家拢迄、那个。我哦，啊个八千代啊，就是永久万岁。哦，伊物件哦，迄个吾王万岁，奥运国个啊，奥运国即条国歌个啦。我文献上写讲，伊真正是无，迄个作者无，要做日本即个，毋是日本人做，是外国人。那阵是还是美国还是英国个迄个驻日大使还是啥物去替做个啦。哦，来，主要就是吾王万岁嘛，啊，你八千代就是说啊。就是万寿无疆啊！哦，就是感谢感恩哦。啊，加拿大咧，加拿大就是我即个讲即个大英国协嘛，吼、哦，五十几个国家，因啥？由英国君主兼任啊，因为皇帝就是英国女王啊，吼、哦。啊，澳大利亚 ，Australia 嘛是国协嘛，啊。即、这个隔壁国，哦，这是澳大利亚的国歌，
因为后尾要做如前进，跟我们希望奥地利前进吼，这来啊，搁隔壁国家纽西兰，哦，纽西兰有特别就是伊，因为伊个毛利族较侪，所以伊这个国家有分两种，一种英语，啊，一种毛利族的话，哦。所有的国家吼，我即摆去跟咱强调讲，要做国家的损失等下，还有即、這个。大家国家就是迄个国家拢有咧讲即个自由啦，哦，咱有好朋友起来讲啊，你用自由，台湾即个土地自由，啊看到尾变作自由国家，啊你爱哪地发挥，迄英国教育就遐发挥啦，哦，对。来，自由之境这重要紧哦，咱若要做国家的时阵哦，来，啊即摆唱国歌唱了，咱有主席有咧宣读两个主张，两个主张。两个立场，那那他的他的都不一样。首先是这个方向来，什么？什么主张？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的总统有建立准国南国王权。在这上第十九一点讲的 ，law of nation 哈、哦，南国王权，美国的总统宪法规定总统爱。爱遵守这个 law of nation， 万国公法哦。美国总统这是以前话规定的，所以咱也强调讲，你美国总统有责任用万国公法来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台湾的地位正常化叫 law of nation， 哦，叫迄个万国公法。万国公法是美国的宪法规定讲，你总统爱遵守万国公法，这美国的宪法有规定，总统爱做这个代。哦，啊，所以在咱这个主张内底，啊是啊，啊第二个主张呢，遵守台湾第二主张是讲遵守国际法，包含什么国际法？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啊这个，咱主张拢照这个，啊，个人嘛是立场哦，就是讲不使用暴力啦，哦，不使用武力啦，哦，啊你也唔通去跟迄个中华民国政府，你安尼去甲挑剔一下。咱有一块同心哦，啊，作为作业的，车牌照车牌的人举手看麦，哦，迄车牌哦，伊在乖乖啊，顶面甲白甲挂嘞，诶，顶面阿面甲挂嘞，咱这是阿面啦吼，啊下骹是白啦吼，伊就乖乖甲挂嘞，啊有诶一块同心哦，作业的，伊就啊伊个迄个迄个白甲白个阿面甲挂嘞，啊调翻更三角头前安尼甲细啦，甲细啦吼，作业的，诶，叫你阿着是，你无怪这。因为咱政府跟美国的迄个保险签证，咱也袂好做，伊也袂当直接挂迄个红的啊，我是先讲的。你若挂迄个红的吼，你也着吼，你较着跟伊咧调剂的。咱讲吼，跟政府说呢，无要跟伊签迄个合作事，无要跟伊对抗啦。咱唔能去对抗，对抗这是吃亏在眼前啦。哦，虽然到尾无代志，但是你吼，怎么样白去？啊，都怎么样都所以到尾会赢，不然败拢赢咱啦吼。卖去做这个事情，伊就乖乖啊，慢慢甲挂咧，啊白甲挂咧，哦，啊别日啊，迄个美国遐若保险公司无好势了，咱咪这白甲白落来，啊若美国遐保险公司无好势，你先下台先无保险的，哦，哦无保险袂使啊，就讲为啥等后遐，甲美国遐保险公司讲好势了，伊这白甲甲，哇，啊退咧，他就没有办法了，吼、哦，别啊调啦吼，哎、哦。欸有白的人拜托啊！你这白有哪会挂咧啊？好、哦，这是两个主张啊，两个立场啊。有人问我，啊，你是安怎要主张安尼嘞？你敢主张讲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嘞？有知影人就安甲讲啊，你是安怎讲？敢主张？敢要主张讲，就是什么什么到尾就是什么什么日本的啦，啊，搁美国强啦，啊，什么啥啦？哦啊，姚家龙讲更加厉害，阿陈讲，哎，你感觉台湾统治无好，即摆要找日本来管啦，啊，要找英国来管啦，真，乌白讲话，哦，做侪有输的人，啊，唔袂使乌白讲话，啊，因个计划，啊，讲你来做新首长，你爱调官员来当首，真真，我必须调官员来，你有，但你落官了，你举手看卖咧，要安怎讲是，我唔捌有落官，要安怎是诈骗集团的。不是啊，咱起来了，台独遐吼，走不死遐吼，因为一直挑起来，
所以很反对的。现在说我们的开会都是好像台中但他第一一进到就说我们的开会了、哦哎、这两个主张两个立场哦，不是讲啦，开幕仪式，开幕仪式一在那个方面，就是要叫咱实在去个，个知影伊个意思啦啊。哇，这国际战争团对来吼、哦，国际战争团是海牙公约第四公约啦，日内瓦和平公约啦，同时是会总章程啦，有关战争的部分，美国陆军总署有战手册3000多条，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的部分的判例啦，以上都属于战争团。还要加入惯例法哦，这是咧讲迄个国际战争法，因为这都要避免哦。好，咱即摆有一个事务局，还有一个政治局，但我用这张是要甲咱讲，咱讲去关掉啦哈。即摆吼，咱这个要去，即摆若接政务了吼，要去你看，当然讲内阁本部啦，又派去故宫，不一样啦，要派去统计局，要内政事务所，要消防总局。要去那个内阁官房，哦，要去哦，要去人事考前总局、国际事务委员会、文部省、像后生省，哦，足水所在爱拜人啦，有人无？拜几个啊？尔呢？哦，拜几个啊？尔呢？所以这足要紧啦，吼、哦，爱赶紧，咱就讲，咱虽然上过了，爱讲招，咱家己，我吼因有来讲，讲咱家己一口要去。啊！你无几个啊？你会亲身做伙去，吼、哦！你今仔要去接倒位，要去接倒位，你家己去，你敢会袂烦恼？你赶紧转去招你两个啊朋友来做伙上课，让他们有官员的资格。我要来迄个众议院委员会，还是我要来法制局，我要来对。啊！你得，你这个好朋友啊，我要做伙去。啊！你唔敢到时咧讲起哦，啊！你计一考一考期考叫变人，咱去是要接手是安怎个？遐基层个遐拢个老嘞，啊高级遐个，啊请过来，吼、哦！啊你着爱去管啊，啊你无管遐结果袂使个，所以直接我甲恁讲啊，要紧个啊，咱19期个遮有听我即个讲话，你爱去招你亲信个人，好朋友，赶紧来上课，上课安怎？到时啊我着要来华智旗，啊是我要来迄个巡防，啥物总，啥物斗个，啥物？哦，我要来迄个农林水产，我要来农林水产线，啊是要什么什么文物科学，啊是去环境自然区，哦，啊我这个我来骂起，啊赶快做回来，你听我这意思啦吼、哦，所以恁呢，临时员开始有到下晡约六点了，恁就去到迄个，那要袂初级班的人是得袂到啦，今日有我知有几个啊先初级班尔，初级班你爱上了迄个证书内底，啊证书有叫了。福州就会甲你看你的志愿，你要爱去倒，啊，就看你去福州迄个出席率，是毋是？你爱开始动啊，爱开始动，咱才会定起来。我到年底哦，要达到4000个哦，足拼的。但啊，若无达到4000个哦，哇，迄个 travel document 是啥物 ？travel document 是旅行证件，达到4000个，听伊讲要甲咱喊的呢。你讲政府有迄个有迄个方面能力，等下面4000个搞，啊，所以咱大家赶紧，哦，这个福建班4000个，咱这种前通嘛吼，爱赶紧来搞一支，咱即摆咱这些机器，咱等下我讲美国个，哦，恁一定去美国先国家，美国政府个好，全部都叫人旅行证件要给你，但是伊要给人有条件啊，你人要有够啊，吼、哦，所以多查咱这个高级班是有只吼，迄人爱有够，若无够，伊也唔敢教啦。啊，我嘛投降，哈，无人敢办，一个局你就派一个去，连咪叫出事。好，你听我昨我咧讲，虽然是笑话咧开玩笑，但是事实会安尼咧。好，我不下课啊，啊你若要迄人家己安尼，哦，以前啊。哦，足多啦！越政啊，各级法院啊，心想够多啦吼。你看，啊，搁政治局的，哦，政治局，哦，政治局啊，足多人啦吼。啊，迄个警卫队啦，心想啦吼。来，啊，广告主题啦吼。台湾的实景，我
这以前吼，来讲一寡医的吼，拄仔只讲完上课嘛吼，啊一寡我个人的经验的吼，啊大家即摆开始要进入确诊主题，来，台湾不是国家，你若伫外口讲这哦，大家甲你甲你笑的，台湾是哪不是国家？诶，包括哦，包括哦，这个是。著名的，较早讲迄个将军啊，伊伫中东战争迄个啊，鲍威尔啊，伊以后迄个战争，从第一场战争伊连倒个啊，啊了伊个要要做国务卿，伊国务卿的时阵吼，伊伫2004年，来，伊讲个啦吼，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台湾不是国家，台湾不享有国家主权，哦，这伊讲的是新时代讲的。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美国对台湾有管辖自主权，这个管辖自主权现在由什么人来代理？哎，这句话爱记起来哦，不是中华民国，不是ROC 哦。美国已经将 ROC 这三字字音的字典内底抹掉啊。你伫迄个美国要去签证的时阵，你若有上网，你不要上网讲咧。ROC 这三字是咩样叫人咧？哦，咱未使阁讲啊，这个台湾是 ROC 来签的，唔是美国讲台湾 authority 治理当局代理中哦，哦，啊，咱就按咧正义翻译，是安那？咱这边是安那？较会美国签的，啊，较会。有一个 ROC， 即摆未使讲 ROC， 有一个台湾自治当时在管，伊就是伊来代理美国来国管的吼。啊，而且伊是当时咧2004年10月5日，伫北京的迄个记者会讲的，讲就是讲啥物，台湾不是独立，台湾不是享有主权，为什么？啊，搁两当前，即个我就知影，即个。Catherine 这是美国的卫生部长。啊，你知影五月，人拢爱招咧开会，拢爱卫生，190几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去开会啊。哦，伊伫两年前的开会讲安怎？我们以很清楚的向世界卫生组织表明了，伫迄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开会的中间哦，我向你们表明了呐。美国的立场是没有一个联合国组织有片面决定台湾地位的权利，所以叫公投噻。啊，别个观点啊，美国啦，哦，恁什么国家哦，都拢无管理层讲到台湾啦。啊，还有我们这个秘书长是啥物？是香港啊，叫做陈同福生，一堆美国客人，伊就开始做。我自动讲起咧，我即个足皮咧，我即个中国啊，中国啊，哇，足歹啊，咱台湾足歹。我带队带去日内瓦七东咧，好个，印着咱秘书长拢嘛厉害，啊那系，你无要较早讲咧，较早讲我就知影台湾唔是国家，唔免搭搭机啊咧，台湾专胜利。那都唔是国家，你当咩台湾专胜利够好咧？哦，我有人去足侪东咧，六七东咧，啊，坐队咧，知影讲，啊，唔是啦，你是当咩咧？做镜头的当咩画家？画家唔啥啥？我啦，比如讲你较早迄个啊，系我当咩六七东，哦，啊，坐队什么啥啥啥的，啊，后边人国叫我用迄个行政院顾问，我名无啊，他叫我坐飞机啥物啊，都无效啊。哦，知影这个发资料哦，是啊，人即摆就人联合国促进会有无？哦，今年联合国，啊，就人讲啥？哎，来去无？啊，你不是国家，你怎个你去做镜头的？你遐话，哦，咱啊该上得了，终于恁知影这个发资料。这个开始了哦，你不是刚做卫生部长，伊要做卫生部长进程是？Kansas 的州长呢，做六当。Kansas 的 Kansas 州的州长做六当。
啊，你有发叫那个奥巴马啊？啊，来当做什么调？哦，不是小可的，不是小可的，讲州长能做几人当做呢？哦，这个确实。来，啊，台湾这个土地到底是啥物？啊？这一个艺术片，我能讲过吧？台湾是住在台湾人、台湾的人的，住伫台湾的人的，那无来上课，大家嘛，哎、欸、对，我住伫遮，哎、欸、哎、欸、对，大家拢会举手，哦，我有一日去谈迄、那个谈古文山演讲，大家嘛举手，讲问这条啦，大家都举手，啊我说嘞，我讲哎、欸，啊大义立志，到底大义立志哦，必须中有国宾的哦。大义立志，到底大义立志啦，对无？大家讲，哎，唔对唔对，哦，啊，咱就知影讲，哎，你头前条就讲对，啊，后壁条是咱讲唔对，法律共款嘛，你来住伫遮尔嘛，你敢有主权？没有啊，你敢有迄个所有权证？那是经营管理权。哎，大家拢知影这种大义立志，台南上大间的大义立志，大义立志是。是这样的，我对，大义立志不是大义立志的呢，迄块土地起的厝是，是呐，国家的迄搭，啊，伊家己家租有来几十栋、二十栋、啊三十栋了，哦，伊进过十栋去啊，迄阵我有去征财时啊，伊也帮我同路啊，啊，因为做咧十几个去征财啊，十几十栋钱，伊我有去征财。不是伊个呢，伊是干咱即个尔呢，整个管理权，啊，咱即个来分开啦 ，owner， 你所有个人啊，含经营管理，来，我董事长派你做总经理，这间公司是啥个？我个啊，不是你总经理个哦，吼，大家爱知影即个分开，吼、哦，即、這个政府就是咱从总经理同款，变面天王才是正当个总经理，哎无？当时定哦，这我来台湾的所有权状在哪里？无啊，哦，六零零到我无啊，哎，治理管理权是啥个啊？来，所有权状是田老乡，啊，这个美国，啊，咱是安尼来讲这個，哎，叫法律来啊，我这边刚刚跟咱老师这个台湾所有权状的法律，哦，啊，含这个地理管理权。世界条例写伫底，因为有有咧我袂讲啦，不要安那咧，我讲怎要从法律含国际条约走，不要安那，不要主要感情的因素还是政治原哦，台湾那个爱独立哦，台湾是台湾人的哦，哦，要宣布拢这啦，哦，对不？啊，大家就好，对，这东西政治语言，我们台湾民政府不用政治语言，我们不用感情因素，我们叫国。这法律来讲的，未使我哋讲完咯。唔当讲哦，什么什么，诶，这唔是日本讲的，现在国际法律都唔明显。人咧问我讲，是啊，你今日主张咧？诶，唔是阮主张的啊，诶，是咱去读下讲，诶，啊，事实就是安尼啊。啊，无我虽然主张台湾独立得，哦，但是世界法律下来就是安尼。哦，咱知影这个变卦哦，不要干那感情因素咧讲的哦。啊哟，法律，含国际条约，来。即我特别爱一再重复，即个 people of Taiwan 跟 people of Taiwan 都有讲过嘛吼，哎、欸、，people of Taiwan 是啥？哦，在啊 ，of 咧的，来 ，people of Taiwan 就是人住伫台湾，人住伫 ，on 是住伫。在台湾之上，共之上 ，people 在台湾之上，就是住伫台湾的人。啊啦 ，people on Taiwan 的台湾人啊，哎、欸，啊，这爱分得清楚。我用一句出来要讲哦，迄、那个台湾关系法是咧用对对面来下，来，都是，这拢有讲过啦。咱个防护之前我讲过啦，红黑是对，台湾关系法是讲对一条。是甚物呾下骹？是 off 还是 on？ off 下面。台湾关系法。
大家无就假，无就假。台湾关系法就是咧讲 ，people 往台湾住伫台湾的人，即、這个往包括 off 咧。我 people 往台湾嘛，台湾人我嘛是住伫台湾。迄个台湾关系法叫做 TRA 吼，台湾 Relation Act，TRA 伊咧讲是讲 people 往台湾分得清楚 ，people 往台湾就住伫台湾，卖人就感情 people 往台湾。对啊，因伊嘛是住伫台湾的人，更毋是伊住伫遮，反正住伫遮的人拢叫做 people of Taiwan。啊，咱这毋是哦，咱这是 people of Taiwan。of Taiwan 有哪是 of Taiwan 的字的？啊，你我讲安尼听唔到？哦，虽然你是 of Taiwan， 我是台湾人，我台湾人我嘛是 of Taiwan。哦，爱胡乱弄，即个 on 跟 off 这胡乱啥话哟？拢在讲下骹，拢在讲咱即阵。正当的台湾人，台湾关系法是咧讲顶面 on 台湾，就是说美国关系法 on 台湾，有包括金门马祖无？啊？没有，伊迄阵不是台湾，伊迄是流亡政府的金门马祖，所以美国的关系法无倒去到金门马祖，哦。这搞清楚吼，胡金山伊伫咧讲咱正港的台湾人，迄、那个 TRA 美国诶台湾关系法是咧讲，我安尼特别是在会议，哦，咱来想清楚 ，on Taiwan 是住伫台湾的人 ，off Taiwan 是咱即阵，哦，我即内底我也不写几两摆 ，on Taiwan 跟 off Taiwan 爱记有清楚的吼。来，台湾这个土地是啥呢？来，咱来上国际，咱用国际法来讲，荷兰的对无？会成功的对无？清朝的对无？头啊是啊，哦，头啊是清朝的对无？哦，清朝的对啊，啊，伫这个1895年四月十七。印刷厂呢？啊，日本的，有一个麻烦在。印刷厂呢？讲好，讲好，印刷厂呢？天龙的对，这是两个日本的，日本的是个咱总经理啊，迄、那个日本政府了的，你都爱讲迄是董事长遐的哦，是安那呢？咱较早骗骗啊，讲啊都日本，你看伊的条约内底是安那？大清帝国皇帝对大日本大皇帝哦，是皇帝对皇帝哦，即咱诶当首长对当首长啦，皇帝对皇帝啦，毋是伊讲伊来互日本政府诶啦，互日本政府咱到台湾就死啊，因为啥？日本政府都以后都迄个日本新宪法内底日本政府，哦，咱讲因是国民，咱是臣民，就是底下无共款，咱是臣民就是啥？咱是民主宪法。按即个日本人是新的日本人嘛，无感觉。讲啊，叫咱大哥就是即个原因。啊，即个原文内底吼，你看，啊，阮条咧，这原文啊吼，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什么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哦，我用这出来恁大拢看会知影。这条咧毋是乌白讲的哦，咱即摆在讲，台湾是啥个？台湾是中国个嘛？啊，二嘛，阮条咧，1895年四月十七闭塞乡的，你弄天弄的，好、哦、来，这是国际法律哦，这有条约哦，未使我后边讲了哦，来，哦、我这个哦，拢在讲这啦，这我文件也变出来，就是咧讲条约嘛，哦，啊来，那款条约，在一块哦，是有代理出来的哦，但是对外大方面的代理李鸿章，啊这是以前。后生啊，李鸿章的后生，听讲是第二个后生。啊，大日本帝国，这个伊都保护啊，这拢知影吼。啊，万方条约第一条是咧写韩国的，迄阵韩国配合独立啦，哦，伊遐小镇的嘛，哦，有遐小镇的，所以韩国独立啦，第一条。来，第二条，三个所在，不管有三个所在，永远割让三个所在，是咪？
遥东半岛，台湾，哎呦，挂三个呢哦，这条条约哦，马关条约，挂三个所在，第一个是遥东半岛，咱较早干嘛搭的遥东半岛？啊，有甲咱讲是马关条约写的，啊，事实上马关条约写较著名的，遥东半岛我报的不。后来不说了，后来啊，这一条条我简单讲就是，两百万纽啦吼，这条吼，大家拢有注明讲，人国际法内底吼，唔是讲吼挂日本，人明仔载去挂去咩？这个条约你若写到讲两年之内，哦，你若注意防护这个当地内底，伊也甲你讲个政策，所以在像国际法里就是一个期间，互你看袂晓嘛。啊，听讲有人千几个唔啦，啊，有阵时卖袂来转去，过当年我七八百个都走了，转去遐变成讲七八百个都走了，走了来变做啥？两当后就改，袂使讲明仔载你若无转去，就变做日本殖民，唔是哦，两当的哦，吼、哦。啊，这个就免讲，你就这种蛮关键的啊，你扣水啦啥？好来，日本叫做西蒙西下关条约，哦，马关条约就是下关条约，哦，会记啊？那伫日本写无写马关条约哦，伫日本写啥下关条约？西蒙西记，西蒙西记，咱就是优秀遐一个所在嘛，好吧？这条约若是在签的，啊，咱用迄个所在的名，哦，迄、那个伫日本，你无看过马关的，日本迄个所在叫做下关。啊，所以签了条约叫做下关条约，现在阿强哥叫做马关，那个是对下关。以什么所在签的？一个条约叫做，一个所在名叫做。来，那这条是讲哦，你看，因为下关条约关于劳动法割让一次本是违反国际法，只要他违反国际法，固有之领土，那是讲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能割让。这个蛮有些这样，啊，所以苏联就出来讲，啊，苏联讲，那劳动半条叫你去不讲伊啊，我都规个死了了啊，诶，真正伊的目的就是，爱怎啊叫伊摕，伊利用这条公约讲，不行，国际公约上的领土未使人割，未使割让，爱就去招迄个法国德国提出抗议，啊，他们抗议啥，啊，有影就叫你去上上咯，国际法都有写，啊行，现在呐，钱再来啊。哦，三千万，都有三千万。那这条方向，三国干涉，它签的就是辽南条约。这个辽南条约就是交往奉天使这个地方。哦，这个辽东半岛未当割让，因为奉天使，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重要性哦。固有领土未使分割的，哦，啊有人啊说搞国家和平，啊但是看三千万嘛吼、哦。来，土地有两种嘛吼、哦，土地一种是叫做殖民地 （colony）， 啊第二个叫做 territory 就是领土啦。哦，啊咱如果来形容，大概有什么固有领土啦，啊是甚物神圣不可，反正就是领土就对了。国际法内底领土就是未使分割的，吼、哦，有两种的，啊。国土第三种，遐无啥要紧啦。台湾一直是国殖地，哦，然后国殖地以后，它变成殖民地，哦。你成功，台湾1895年一直是啥？才可被割让，也是殖民地，它也在割让你。啊啦 ，territory， 不行哦，不行哦。来，美西战争1898年，美西战争，西班牙占过来将 Puerto Rico、Cuba、古巴、Guam、菲律宾等殖民地。割让这边的殖民地拢会使割让，这拢无完国际法，但是呢 ，territory 领土也是会使割让的。这点等下我会阁讲，是安那这点对咱保命重要紧。哦，日本到四月初有甲咱变做领土呢。哦，来，啊，这条台湾讲过啦吼，以前被挂号的时是这个台湾是安尼啦，后山必须。一直都开玩笑，讲那些平的，哦，
你要离开地的，哦，这是开玩笑在讲的。哦，所以要到三十岁嘛，一准，啊，伊较上进，即块倒，我到三十岁，三十岁拢总落去本田嘛，哦，啊，毋过发生一寡迄个，迄个多少种个抗争啊，有无？哦，抗争，伊了偌久咧？1900年哦，了20年，较征服台湾，征服几个多少种，20年当打甲整个台湾主权甲归呢？无一阵是甚物作战一地，甚物作战一地，台湾是干呐？你去叫啊，讲讲讲谈啊，还是讲牛啊？阮南部是讲谈啊，叫地名，伊挂迄地名，啊后壁即了20年到1905年，他甲整个台湾岛统治，哦。啊，来到1937年，伊就开始实施皇民化，哦，就是内地延伸，就是互你改名啦，哦，啊，互你读日本话啦，互你啥啦？到1937年，哦，了8年的时间来皇民化，8年，来，我搁甲咱插一个讲，日本的北海道是啥人的？台湾是啥的？海奴族的。不是日本的国土，日本有人照做法去甲皇民化，有人了50年去甲皇民化，到尾甲变做伊的国土。哦，北海道啊，这历史会当时查。北海道不是本来就日本的呢，伊嘛是从台湾安尼甲皇民化，啊，互伊讲日本话，互伊讲啥？啊，所以北海道不是皇民化了，变做日本的固有领土。啊，我北海道有人。那是一片地呢，哦，我先插一个话安尼讲吼。好来，要紧的日子，即要紧的日子就是即个1941年吼，哦，日本天皇有下诏书，四月初有下诏书，讲啥？日本帝国宪法实施于台湾。啊那实施于台湾，台湾是变啥？已经皇民化了，对殖民地变作啥？领土，伊说领土，领土就当派一个参议员、众议员，有无？哦，派三个参议员，派五个众议员，啊，会当正式征兵。较早拢是迄个去做独兵，迄阵足侪人去做，迄时拢毋是啊，拢去做高楼啊，尔去做迄个啥？军夫尔呢？军夫哦。彼阵恁殖民地的时阵是拢做军夫啊，到四月前开始了，收落来变做啥？皇军。哦，啊知影，所以有皇军，啊有军夫，迄军夫就是还佫殖民地的时阵，袂使讲叫殖民地的人来做你的兵。啊，军夫就是迄阵还佫殖民地，哦，咱即摆咱想来就想袂清楚啦吼。来，四月前要紧的日子吼。好来，我就开始讲啦。举在这边主权的象征，有看证件了。台湾依法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如同辽东半岛是大清国的领土一样。台湾是已经是日本的领土了哦。哦，你不要说明固有领土来塞，都神圣不可分割，那种形容词了。反正领土就是袂塞，就是变日本的领土了哦。哦，即咱即摆翻译整理到遮知影，台湾是啥？台湾根本都不是咱的殖民地啥，台湾是日本天皇的固有，啥领土？吼、哦，这点唔对。我解释足久，解释久，就是解释唔出来啊。清朝的殖民地和日本，啊，日本将这个殖民地慢慢啊去甲皇民化了，变成无先甲迄个统一全台湾了，哦。他都变作皇民化，变作固有领土，吼、哦，这个桂林这个过程是这样来的吼，哦，大家到这，我想到这也了解了吼。好来，那讲到这个开头这个比较便宜，这先演戏，因桂林人讲讲的。你要使那个断刀。哦，啊，把你阿妈带来，我讲，嗯，我讲，伊咧没有先人，我咧，即块领导这是我的啊，
这个两个国讲的，但是迄阵的开罗宣言吼，所讲的吼，差不多无一项成功的。因为啥呢？伫迄个旧金山合约内底哦，无开罗宣言的，逐项拢无。迄个刘邦政府写讲吼，日本是中国偷得的所有领土，跟去偷的。战先合约拍来，拍来，那恁兜土地厝都拢已经卖我啦，啊恁囝来要做啊，讲要你甲我偷得的，会使袂？了凡那说死就是安尼嘛吼，恁老爸都已经做即块卖我啦，所以管到我个啦，你还讲要，你还讲讲嘿，阮老爸迄阵合约无算个，敢会当安尼？合约写好势吼，后来。啊，什么台湾港独啦，什么到印归还给中华国，这台湾先人真正有贡献嘞。哦，啊，佫讲一个啥呢？琉球，我讲唔得笑。好来，琉球迄阵哦，罗斯福总统有问迄个蒋介石讲，琉球咱两个来共管好。哦，啊，比中国来做来共管好。哦，我欢喜啊，我欢喜，是嘞。蒋介石欢喜啊，欢喜啊，讲好，咱两个共管琉球哦。开罗宣言有写哦，写讲两个共管哦。你看，由原先的做美中共管的构想，而演变成美国单独管，足以证明罗斯福和蒋介石之间的开罗会议，并非绝对能成为对日合约的条款，不然很难磨嘛。哦，美国是流出去搞唯一的治理当局啊，就那美国拢有一个治理当局。美国去讲过，不是看，就那些做来讲的哦。第一，哦，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下是下美国的，无下你，无下你蒋介石了哦。所以旧金山的迄个开罗宣言，我支持。啊，新苗是德黑兰，你讲哪一个？这个捌听的无？捌听的德黑兰，德黑兰哦，就是看迄个开罗宣言同款的。啊，是安那同款，是安那，我解释给你听。这个开罗宣言吼，是伫十月二日到十月二十到十月二十的关，来，这个开罗宣言的开会吼，是十月二日到十月二日到十月二十的，伊先开会，就开始。罗斯福跟查丘、丘吉尔三个对位，啊，是那苏联无？苏联的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啊，伊讲闹蒋介石之类话，日本无爱参加。啊，真正是啊，啊，所以因三个人乖乖了，开会了哦，到二日了，来，咱先开罗宣言是写1943年十一月二日啦吼，哦，开罗宣言写这哦，但是因足侪人。我讲哦，你写开罗宣言，拢写十月几？是安那？二日了，二七，伊都无，哦，蒋介石叫伊回去了，伊去倒个啦，倒换斯大林来啦，换斯大林来，二七哦，就随机开会啦，对这个，哦，二七、二八到十二月几，就是斯大林、罗斯福英国。手机啊，哇！就介绍无去哇，迄、那个三年来，这个会叫做德黑兰，因为伫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开会，这个叫做德黑兰会议。啊，德黑兰会议跟开罗宣言一模一样，是大林来同意的。哦，啊，所以足侪到以后文献咧，我去查，哇，写那写开罗宣言是十二月初提出来，两个条约同款，因三个叫做。头下遐叫做开罗宣言，后壁叫做德黑兰，哦，是差一个人。哦，你安怎样哦？德黑兰会议，我讲哦，啊，这小可了解一下，你说是干的。所以，后来开罗宣言十一月签了哦，啊，会议是啊，事实哦，跟这个德黑兰十二月签，所以为啥讲开罗会议是十二月签？哦，这你能当理解哦？两个会议，两个条约是同款，两个宣言是同款。哦，啊，一条我叫你一定要记，就是1945年四月七，一个重要性的日子，咱的台湾的保命符，我伫遮，四月七，哦，
就是休的时阵，咱变做日本的固有领土哦。哦，啊，过来，哎，1944年6月6号，咱电影有看过，这个叫做 D-Day， 是不是？诺曼底克大登陆，哦，叫做多少回车那个66，叫做 D-Day， 哈，诺曼底克大登陆。登陆了无偌久，一个比，这是贵登的，45号，45号5月7号。德国的导航的哦，啊日本搞战时，到8月15号咧啊，哦，比德国较弱啦，冻较久啦，啊，迄个人反应的啦，哦，来，波茨坦讲，咱大家咧波茨坦，我甲咱讲一个要点的，波茨坦讲的是咧讲啥？我各位知影，波茨坦宣言就是咧讲哦。因只国家吼、哦，联合起来讲，阮即摆德国投降啦，阮即摆用起来，阮军队偌济啦，偌济啦。你日本，我予你友好的条件，你日本，我去投降。后来记得哦，波茨坦宣言就是咧甲日本讲的，讲你赶紧投降，我予你足友好的条件，人民平安也予你转移。投降我哩在波茨坦宣言内底总写写，其中第八条写着讲尊重泰国性。我总诶，咱无咧讲啥，交过伊无法讲。有，波茨坦宣言第八条写讲，开罗宣言，有呐，叫开罗宣言，就明啥，台湾变化交国啊，这内底有写。啊，剩诶拢咧写，好，日本你赶紧投降咯。啊，这个蒋介石无去开会啦，啊是斯大林去开啦。啊，你斯大林哦，你看下，斯大林当时是靠日本抑搁有，迄个。日俄友好条约啊，所以伊袂当签伊，甲叫蒋介石签伊，啊到8月7号，苏联甲国签了，甲国签了，这条是啥物啊？所以写讲8月7号，苏俄对苏宣战到伊甲国签了，所以头啊是干咱三个尔啦，有那是迄个英国的首相啦，啊含苏联尔，啊苏联无签，啊叫蒋介石签。啊，到8月7号，所以拢将变成四国拢有签啦。哦，来，波茨坦宣言哪咧甲你讲啥？你著会记你讲，这就是要叫日本投降。我予你好个条件，啊，我即摆作用啦，我即摆军队足侪啦，啥物啥物足侪啦，诶，你爱跟投降？我讲的时候，你讲差时啊，你现在负担都讲。迄阵日本的迄个二次大战的头下，日本的迄个飞机吼，啊，你都拄到伊是走无路咧，我叫日本拍啊走无咧。那是到1940，美国发明新的战斗机出来，我日本就走无路啊！啊，日本无本事啊！啊，无迄阵头啊，二次大战开始，美国人看到日本遐啊，较痛苦，啥？走啊，伊靠啊，因为啥？迄阵飞机较紧啊，更较紧啊！美国人搭台都叫日本夹落去，啊，到尾嘛，日本人发明新的出来，日本没有夹啊！来，8月7号。伊罗斯嘛，一粒原子弹，啊，搁第二粒，对，三十号，伫曼哈萨奇，长崎，吼，啊，这个吼，算是美国人较重要名，啊，你不惊着，啊，这两个同仁在遐啦，吼，都是，啊，他要紧的，伊的导航是，而且，这个，咱去听咧，迄个1945年8月8号，因一个友好条约咧。较深层，哦，那你看苏联这款人，你就知影啦。苏联这款人，伊较深层嘞，吼，深层。伊本来是一边想讲安稳啊，伊将东北的关东军哦，两支足勇的关东军调来台湾，要创啥？要跟美国大吵架，因为美国迄阵想要攻台湾嘛。到尾啊，有来讲哦，都甲在，但来讲咱拢死了了，伊国有。啊！日本用的部队，两师对东北调来台湾，要跟美国要签订一个，哎，结果无来啊！东北站，啊唔干，8月7号，苏联军啪一个，阮厝遐东北一个就死了了，哦，哎，就是安尼。啊，无啦，无跟迄关东军要拍，大家试看卖咧。关东军是日本重用的部队咧，听伊讲。迄个无足济啦，功夫拢无好个，真正是安尼啦。迄有写讲伊，震动，
你若个人性冲突的像现在，那都就拢拢绝对赢，哦，因为汹涌，然后可是掉这边来，你看你有强，我我得强嘛，哦，八月九号，苏联发动八月风暴，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当时为反中国，并夺得库页岛全境，库页岛就啊，迄阵你唔知影库页岛是倒，我今仔想准备资料，但是。我搁存十分钟尔，讲袂啥了，我等下看一看。来，来来来，我刚才讲了，恁这个条约我听到无 ？Portsmouth， 啊？那唔捌唔捌听到这個，这个是日俄战争所签的条约啦。日俄，日本跟苏联所签，对不？那个咱一个什么什么容易退休还是什么？现在两个囝拢死去啊，唔捌听到这代志无？哦，容易退休，那是说，因囝拢。穷啊，穷啊！未使讲你是中国人个囝，都系郑西东、郑西杰他们，他苏联那些，郑成的苏联书啊，他讲这个 Portsmouth， 我有甲你讲，都爱用新所在名来做做的，这个是伫对面，普兹茂斯条约，你知道普兹茂斯条约伫对面，就是伫美国的迄个 Boston 加州，如果唔加州，迄、那个Massachusetts 搁去。迄、那个牛汉社，新牛汉社，唔知翻译出啥，新的 Boston 个名字。